前三局真情湾这个爆发成功，爆发成功，现在3-3，3-3，然后决赛是对美国的肯宁，肯宁是来自出生于俄罗斯，现在国籍是美国。接下来看一下郑钦文，再接再厉吧。今天状态还是可以的，没有出现那种第一盘大比分落后，他以前老是上演大逆转，今天看来状态不错，应该是可以拿下比赛的。大家一起来给郑钦文加油吧。肯宁也是一个很有实力的选手，之前因为受伤病的困扰，一直世界排名比较靠后，得过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冠军，2020年的冠军，还是很有实力。